一间庙服侍真侪神明无稀罕，台南的五尊王只有一尊神像，但是有五间庙的服侍，这是安怎对呢？传说的这尊五尊王是佛教护法的伽蓝尊王，但是伊敢若一只手尔，这又阁是为虾米呢？俗语讲，毋捌鬼请人看，毋捌人死一半。一个少年家天生就有异地生死的能力，也就是讲会使利用这种能力来救人。想要到可以救了的人，命运愈来愈歹，甚至连家己都变作一个杀人魔。今天一个细说台湾，就要来讲五尊王渡杀人魔的故事。五尊抢救命吉为杨托少年来拜解，天生神通在生死，扰乱因果不应该。含冤痛恨失所爱，好心竟然反被害。正人惊吓杀人魔，恭迎坚定转落败。爱恨离别七情苦，放弃神通见未来。请收看今天的细说台湾，五尊王渡杀人魔。这届收成收了真顺利，嘛买到新的胭脂水粉，商家一定足欢喜。回去了，我一定向老爷提亲，把小姐带入。今仔天我就无思想了。对吼，因要跌的是这尊神像，啊，不是我，我把这尊神像形容就好啊。奇怪，啊，这尊神像哪会抓我的手的？班长，我这个东西在哪里？班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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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真好走嘛，啊，你是倒会真的啊？我唔捌看过你，敢像做一个真王？你是讲的？对啊，我是顺和美店的灯光，我叫阿吴啦。我不是要跟你抢五尊王，是因为这尊神像这么凉我的手，我无法度信任。五尊的兄弟，大家咧陪性命一直有，但是神像就是连阿吴的手也连条条拔袂开咧。阿吴就想讲，敢会是五尊王有什么款指示呢？既然大家拢在拜，就无需要用抢的啊。啊，无抢是要拜啊？照人就好。既然大家拢是兄弟，就照顺序拜老祖。阿姨就免唱啊！是哦，有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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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！过这一个讲煞尔，身上竟然甲伊飞倒转呢！伊人就想讲，这就是五尊王要叫大家后摆卖去抢救啊！一年一尊照轮呢，就伫众人欢喜收煞了后，突然间有一个断一个手骨的人带随阿姑。少年呢，你实在袂歹哦。敢若讲几句话尔，就能改变五尊长久以来的问题。我看你的面相啊，非常的特别。敢讲你有啥物所在甲人无共款？恁哪会知？因为我拄只看身上要讲着人的时阵啊，你脚手遮尔好，反应遮尔紧，能随时把这身上接起来。敢讲你是毋是有微薄先知啊？我自细汉就有这只特别的能力。只要我看到那个人的身躯，我就会知道他的死期。好，请你替我看看。这是什么棍？这么插吧？啊，刚刚你是那个棍子就是。你只是会看到一部分而已，煞袂用看到因果。少年诶，其实我感觉你真有福缘，你敢免考虑对我去修行？我已经答应要娶大小姐啊，哪有可能带你去修行？无可能啊！既然安尼，我袂甲你勉强。也毋过，我有一句话想要甲你考劝：假使你若无对我去修行，你恐惊有三个劫数。第一，你爱袂着你心所爱的人。而且你的亲手甲杀死。第二，
你无法度救任何人的性命，甚至包括你家己。第三，以后你会是每一个人的眼中的杀人魔王。你是在讲啥哈？我爱袂着我心爱的人，阁会杀死伊，我阁无法度救我家己，会变成杀人魔王。我甲你讲，我含一只鸡都唔敢杀啊！叫我杀鸡无，阁真拼咧，哪有可能做杀人魔王？少，我歹杀你。这个时阵，阿武也唔知讲，这个断一个手骨的人，就是吴尊哦。哎呦，阿武林啊，上兵哦，对啊，请客完嘞。这里哦，大师姐，大师姐我回来啊，大师姐，要看嘛，我是谁？除了大师姐，还够有谁啦？哼，你又唔对伊啊！我叫王耀兰，我唔是甲你讲过，卖叫我大小姐。袂用的啦，我是领导的长工，你是大小姐，我哪会直接叫你的名？你啊，连叫我耀兰拢唔敢，是要怎讲阿爸提亲啊？提啥物亲？那是无可能的代志。阿爸。好啊，好啊，耀兰，你是我的姑查囝。你的翁婿将来是要继承我的产业，你要来阮亲戚菜里要嫁一个当家，袂用的，袂用的。阿爸，亏得你即摆的美店拢是阿母咧花，互伊继承有啥唔好啦？哦，对啊，老爷，我是真心介意大小姐，想要娶大小姐恁的。只要老爷你答应我娶大小姐，我一定吼会跟我拍拼，把美店生意愈做愈大。用讲的较紧。少年人哦，唔通人家要靠一支嘴，安尼凊彩讲讲，啊无安尼啦。我后过开始，你若我都互恁米店的生意阁好一倍，我答应就玉兰嫁予你。对了对了，是咯，米店就这啦。哎呀，老爷你好啦，你好嘞。啊对了，啊你来这要创啥哈？你哦，传达王宝之意哦，我们吴镇的人以后阁唔免用亲戚做来管家属啊。阮是纯工的，个世道是安啦。对啦，阮大家拢穿上好啊，以后阮吴镇的人比哦，全部要交你买啊，对无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想袂到王老爷条件一个开，阿牛就随接了生理啊，才圆满甲玉兰定亲，两人欢喜去踅街，一说拄到改变阿牛一生的人。走啦，走啦，走啦！你先冲啥哈？你走路无咧看路哟？大哥，你走了，大哥，大哥，这人哪安尼啊？刚弄着嘛，不要回事嘞，是赶紧赴死了。死！哎呀，危险！方杰的这个叫做柯水焕，又一个某叫做阿 Q， 水焕啊，因为生意做失败，所以在世界上必须要找黄杰。好好好，那个仔，你别急哦，还是一条毛巾，我不要污染。给大人治病。妈呀，我们要受罪了！你过来。娘，救人！救人！我们要受罪，救人了。爹呀！阿牛自从解救水火来了后，就收留伊伫米店做事。也随着婚期愈来愈晚，阿牛甲玉兰两人嘛愈来愈恩爱。但是受水火来看个真阴险，个真怨毒。做长工哦，我着做个头家他管辖。迄若阿我王姐哦，我嘛袂，还当拖着这个某，上无哦，兼奋斗了二三年嘞，至少。比阮家迄个某好太济，对。啊，讲到阮某迄阿舅啊，啊，即马人唔知啥款，哎呦，敢会晓讨笑的人哦，连去袂去啊？